First blood. Donald? Thomas. ，15个刀，他虽然没死，但他已经很炸了。15个刀，他已经很难玩了。 稍微小拉扯一下，不要跟他全站路。 这把我一次都不想死，这把小加个150吧，小加个150。
这边斧头人挂机了。哎呀，这波 Q 早了，空了个 Q， 很难受。还好这永恩这波怂了，他如果大我，我要是躲不掉扭不掉这个大，我可能会被他单杀。他不敢往我这边打。年轻就意味着所有敌人都会死在你前面。 我感觉打得有点费劲啊，跟着永恩打。 像致命节奏的无敌啊！
这把紫球一个不死，一次不死，加对面一个不杀，其他的随缘吧。跟对面挺怂的，这把想超神的有点难。对面好像都挂机了。 错了错了，哥，哎呀，怎么一个人杀不到？这永恩还是有那么一点东西的，说实话。 杀人了呀，永恩！
往草野推，我会卡我自己的视野，我第一下 A 不出来，我必须得直接把他秒了。好像能超神了是吧？稳住。 这边大嘴发一些挺好的，这装备跟我一样。有点不对劲起来了，队友那边。 转下路吧，一波不太好。有些人生来。 小子跑是挺能跑的，等你很久了。 搞个功率圆弧，或者青龙刀吧。 真喜欢这个叫法。
大龙打一下吧。 连不上五伤，好像可以一波了，拆了吧。 给这永恩杀了一个，但他应该也是评分最低吧，不一定。鳄鱼死了也很多，不好说。嗯，下一把，没点订阅的兄弟可以点一波右上角的订阅啊，背包里有免费虎粮的可以送一下，免费的。